我是你们的神阿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坤坤。兄弟们，出大事了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出大事了！开心呀、啊？什么大事？对、哎、呀，不开心呀、啊？我开心。你开心，你开心，我也陪着你开心。兄弟们啊，不是你，开心开心，咱俩都开心，好吧？你非得跟我不一样。开心，阿坤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兄弟们啊，昨天我休息了一天，今天又休息了一天，我想的是明天初三的，结果没想到啊，兄弟们，团队暂时解散了，以后干不了活了呀。这是你的希望，你的愿望吗？兄弟们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别憋着笑出来。别忍着了，兄弟们，我都这么开心的大笑了，兄弟们做梦都能笑醒啊，兄弟们，这兄弟们啊，不行啊，这开心过后也是一地鸡毛啊，哎，这以后又少了个收入来源，确实，但是确实咱们俩整不了嘛，那咱俩虽然整不了，但是三五天一个星期的去一趟，也能赚点钱。对吧，理是这么个理，但是老板们肯定会不愿意的，对吧，老板的活有时候说不准，主要是这个活来的太密了，你对、啊、太密集了，你要是没活吧他就长时间没活，对，一有活吧一天都歇不了，一天还得干两个活啊，有时候干活都中午都忙着吃，都没时间吃饭，那不是经常性中午不吃饭吗，晚上饭有时候都不吃，别说中午了，哎，扛不住，我是扛不住，我只能说一个星期干个一天两天还行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以后这房租又要到期了呀，兄弟们。今天多少了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今天我跟房东已经打好招呼了。啊？我这个月不给，我下个月一块给。今天20号还是多好了？嗯，还有，反正月底看，我看能给房东多少钱嘛。你这月多少钱？900啊。我操！我这个月300多。将近1000块钱呢，你900，我300多，哎呀，怎么搞？有没有哪个大哥？叫大宇哥，呼叫我大宇哥，我大宇哥，最近也不知道在忙啥。宇哥啊，想你了呀。还有别的大哥呢？还有好多大哥，我不好意思说，我就跟宇哥开开玩笑，其他的大哥不说了。哎，好多大哥都最近都就是怎么说呢，没有、哎、没消息。大哥怎么说呢，就今年吧，怎么这个生意都不好，都能理解、嗯、对吧，生意确实不行，哎也没啥说的，反正就今天宣布个事儿，就是团队暂时解散了，就这个事儿。你不要笑，你笑我打你信不信，我难受的都想哭，你给我笑。我哭了，阿奎我在这哭，我不笑，兄弟们，拜拜，我不笑了，拜拜。